医疗健保改革是美国近几年来最受争议的政策之一。为了在新健保制度陆续上路的同时，确保华裔民众获得最佳医疗服务，加州大型的华人医疗网太平医疗网邀请了洛杉矶地区70%华裔家庭医师加入团队，并从健检、医治到转诊，为民众提供了全方面的医疗服务。有鉴于近来主流医疗健保公司有意进驻华裔社区，洛杉矶地区60多位华裔家庭医生决定集体加入在华裔社区服务长达27年的太平医疗网服务团队，以投资方式将华裔为主的医疗网保留下来，为华裔病患提供服务。我们的宗旨是永远是说服务病人优先，我们还要服务医生，因为医生也需要我们的帮忙，那我们这三个人呢，希望说有个比较好的医疗制度，能够为就是有效的利用。然后希望将来大家都还付得起，保费都买得起保险。血液的检查啦，验那个胆固醇啦、血糖啦，或者说眼睛的检查啦、心脏的检查啦，或者是大肠镜，我们很鼓励我们的病人去做大肠镜，因为我们要预防癌症的发生。那所以我们做很多预防的治疗，还有注射预防针。太平医疗网并提供多语言看诊、完整转诊与接驳车就医服务，并不时举办医学讲座，从日常生活中实践预防重于治疗的健康生活态度。